希望你能把梦幻西游的这个大堂继续发扬光大。老板，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准备给这号花多少钱吗？你知道在这次的门派大改中，大堂是要大幅度调墙的吗？三扫大堂，对面无法防御，而且你还要建设啊。我们刚才不是回顾了一下三刀结束的发展吗？就是当时大家都是以中庸的属性，按照官网的推荐加点，然后第一个把大堂加到权力的人不是三刀，但是三刀啊把权力大堂发扬光大了。有人说第一个真正的武力大堂叫东海白衣人啊，也有人说最有实力的大堂叫看海的小雨啊，但是三刀结束还由于名字真的太有优势了，还是认识他的人比较多，对不对？你什么剑蓝魔、孤独剑魔，那都是比较后期的事情了。那是因为有150的专用神器，三刀结束那时候就是多加点啊。哎呀，那兄弟们吊打三刀的梦想，大家可以在四川二区德阳门庙实现了 ，ID 都没变过。这个号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转区，转区以后他的名字和 ID 就再也没有了啊。这号千万不要跨服，就永远的留在这个啊这个德阳门庙吧啊。你看见武帝都知道啊，这句 slogan 三刀结束你不结束我结束啊。